这三款手工具每个人家里都必买。后疫情时代的今天，为了减少人与人的连结，许多事情大家都偏好干。一来呀，家里被小盖好各位的三样工具，买了以后保证不会后悔，以后工作快的就像鬼。手套人手就一双，不好好保护哪里塞？在家里常备一双透气又好穿脱的手套，无论在搬运木头、提重物都是你的超级好帮手。可以的话多买几双，毕竟耗材嘛。多合一螺丝起子，这里要强调多合一，多合一。一般起子固然好，但功能单一，像这样多合一的一支抵一盒，用来应付居家使用绝对是绰绰有余，价钱也不贵，热炒店18天扫那个3瓶就有了啦。包胶大美工刀，好的刀在于它的握感锋利度，美工刀也是，尤其是塔吉玛出的那种大根的，无论裁切时的手感还是握在手上的舒适度，绝对不是文具店随便买那种小支刀可以比拟的，大概热炒店18天扫那个2瓶就有啦。追踪台无线，看见美感机械。